者洪素金台北报道，王彤和艾辰虽还没结婚，但两人却已经有了爱的结晶。小狗哈鲁是艾辰与王彤收养的救援犬，而哈鲁身世坎坷，曾被抛弃过二三次，也被毒打过，还得过犬瘟。为此王彤替自己和小狗哈鲁志做了一个公益贴图，认为能跟哈鲁一起做公益格外有意义。王彤也自曝为母则强勇猛事迹，哈鲁历经了所有苦难，却还是神奇的活下来，艾辰赞他有顽强的求生意志。王彤也坦言，当初收养他的时候是自己状况最糟的时候，不过也因为领养了哈鲁，让他的生活变得不一样了。而一向害怕蟑螂的王彤竟没了哈鲁可以打死蟑螂，也让他大笑说有种为母则强的感觉。王彤又和艾辰组领养一货流浪狗，迷失提供王彤和爱狗推出公益贴图，反射自网路。